坐椰子船。You come back in the hotel tomorrow。然后他讲 clock 的已经关了的。没有，我们可以在这里，你不要排队。六。他要骗我们，他要我们在那边再买了一次。耶、yeah, ，今天是第二天，然后啊，我们两个样子，不能只看。我们在酒店吃早餐。对，然后现在给大家看看这里的环境是怎样。安诺，你讲什么很好玩？这是什么？这有一个鸡蛋这样子。在卤蛋。怎么可以这样子卤蛋呢？喜欢这样。哦，这个你可以选 half boiled egg 到 hard boiled egg 的感觉，哇，还是很爽哎。好像它这里有炒蛋的 section， 哇，河粉，然后看我的美女发呆，下一个 ，Hello， this one， OK， thank you， 哇，这是什么鬼？有虾，有猪肉，然后你看它这里的环境是蛮舒服，看一下，哇哦。看一下这里 ，kimchi 有菜有什么鬼？哇、wow, ，你拿什么？什么来的？米粉，然后还有炒饭，还有炒饭。哇，它的东西蛮不错哎。哇、啊，老牛吃嫩草的，你看它，真的是老牛吃嫩草。诶，所以你这个他来了，然后这个是我拿的早餐，给他拍一下。你的蛋应该要好了，我要去拿。那面对，开口汤。嗯，好吃。好吃到不会了。咬一口先。这个 OK 啊 ？Good， yes。OK， 所以现在我们就已经打扮完毕了。现在我们吃完早餐，然后我们现在又来吃午餐。对，然后现在这个是他们找的什么鸡饭店是啊？这个是。上网看到他们的这个鸡饭店好吃，好，所以就过来吃。所以我们来 try 一下啦 ，OK？ 这里明明烤鸭比较屌，怎么变到好像你们讲鸡饭比较屌呀？应该是鸡或鸭或鸭或鸡哦。你们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直接 recommend 了啊，哦，他一开始 recommend 鸭了，我现在想要 try 的 order， 本铁用大饼 ，Yes， how to read 本铁，本铁用大饼，yeah， OK， 这一点 ，one， OK， good， 哇，我们的这个什么 grilled pork noodles 来了，然后这个是烧肉饭 ，OK， 美女先吃，来，没有，你怎么，哦。看不起我，他给这样小个，他明就是看不起你的。大家吃饭，大家吃饭，吃饭。我吃面，我吃的是饭。他的酱现在真的在里面没？有啦，那个底部有。这好像没有什么 sauce 酱子的。我是看到好像没有什么 sauce。这个好像干，很干捞啊，它比干捞更干捞。对，不要紧，我 try 一口先。OK， 来。嗯，很好吃。滚，这个好吃。很好吃，这个才是越南本吗？我觉得那个酱还是不够啊。不用尝尝，不是啊，不是这样子吃的。啊？吃错了。对，好像也是有道理啊，可以一口面一口饭。一口面一口鸡哦 ，very good， 这个道理好。还叫我这样吃？啊，我觉得你可以 try 一下，你 try 一口啊，一口面一口。你有买肉有吗？哎，你看是不是？可以了，做到了。OK， 一口面一口肉。你不要听安诺讲这样多，这样废话。就刚刚我们就在那个 cafe 逗留了一段时间，现在我们在车，我们要去那个什么 coconut 什么？我们要坐椰子船。椰子新桥。Yeah， yeah， 新桥。How to say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Sim， bye bye， Sim。OK。OK， 各位，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坐那个椰子船的地方。其实这个船有什么叫特别？就是它在原地面。它是 OK， 它其实是以前越南的原住民，他们用这个船来捕鱼的，啊、因为他们啊，哇，这样潮。You come back
in the hotel tomorrow. You come in the car, look, and then you want to find the car, look so long far away. Because the car, look, just the commission, not the place, the same. It's my eye, I'm the business.现在我们有在网上买了票，然后他讲 club 的已经关了的。没有，我们现在这里不要排队。在买啊票，可是你要早上到，你现在很迟到了。他们那边已经没有开了，你现在在我这边了，再买一次你就买了一次。可是我就跟他讲，可是我已经买了票，他讲这样就 up to you。他讲你现在来这边，我是一样的价格。你那边已经没有得去啊。我上网 check， 他是讲你。都可以5点前到那个地方就 OK 了，可是他要骗我们，他要我们在那边再买了一次，算了，一直讲，就我们已经在空买，我们哪里可能在那边？怎么讲？厉害！哎，刚刚他来确定了，我们是买了票了，然后是 club 的，是在这边啊 ，club， yeah， good， 哇、对啊，对啊，就是这个声音啊，我喜欢这种声音，啊，他跟你确定是不是 club 了，是自己人。外差呀，你看，直接 ，OK，Thank you，Hello， 你好吗，美女？哇，这个很恐怖哎，这个怎么下？啊，哇哇哇！拉过来，我还在照的呢。哇！哎呦，我打到绝命了！谢道。哇，好靓啊！好靓啊！拜拜。我梗系好靓啦。Hey, you come over there. You come over there. Hey, where you where you going? Hi. Hey, oh. Ayo, wow, wow, Relax, ma. Relax. Wow. Hey, no bole. No bole. No bole. Wow. 哇，你怎么直接戴帽子啊？因为很晒。真的很晒，我可以戴帽子吗？可以啊，很多帽子。很晒。Yeah. 直接变当地人了。他标了两个，还没有来。Yeah， 不错哎，这个环境看一下，哇，这个环境 very good， very good。OK， 刚我讲到一半，因为我刚才被打扰了，我讲他们以前呢，那种原住民啊，是用这种来捕鱼，成本很低，竹子来做的，所以他们就是用这种成本低的方式来去捕鱼。所以变成是他们的其中一个文化。文化哇哇，来了那个音乐地方了，开始旋转跳渊，我闭着眼。看各位，他现在还有那种拍照的服务，你看，他那个留下来拍，我们下一个就到我们了。现在是他帮我们三拍拍照。耶，哎，你看过来一下，你是现在选照片。然后别人那边等着，那排队等着。哦，你们看，直接有个看照片在床上，你们看。哦，选照片，来。啊 ，B， 你很会选啊。很开心啊你。哇。OK，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边，刚刚我们跟他讲我们要少点人了，说他讲他来帮我们晃，他就放我们在这种地方，我又把我们的东西放在这边。哇，全部已经晕累了。OK， 终于到了，所以现在他们这个你看拉我们回去。OK， 这个体验好吗 ？B， good， very good 啊。好啦，我们现在回来我们的酒店了，拿完所有行李，上个厕所就要去打浪了 ，baby。It's time to say bye bye， 跟这里讲拜拜好了，讲拜拜了 ，baby 这里。拜拜。然后我们在 Club 上订的这个包车来了啊。Hello， 新招。拜拜。Yeah， 来了。Good。OK， 所以现在我们的那个司机送到来我们的 Airbnb 了。可是因为这里不给加进去，可是我们的 Airbnb 是进去转左就是了。OK， 期待吗？期待。Yes， let's go。
OK， 所以我们到了我们的 Airbnb 门口，刚刚安诺已经进去了。哇，各位，这就是我们的 Airbnb 啦。耶、yeah ，哇，有 pool table。转过来这边，厨房，看楼上有什么。哇，很大间呢。有三层楼，真的。有三层楼，哇。哎呦 ，OK， 很干净。第二个房间，啊，哒哒，可是这个是有厕所的嘛？这个是第三间房间，看一下。哇，也不错。看一下，都不错。哇 ，OK， 哦。哇，没有门了，怎么可以给我的呢？哇，很热哎、欸，很拱哎、欸。给转出去。哇，这个，阿诺。all in， 今晚在这边 all in。OK， 来。房间，所以我们现在就女生三个女生聊。等一下，其实我想要外面的房间呢。哦、那你就自己选外面的房间。我看一下，看多一眼。OK， 你们两个剪刀石头布好，现在。他都不要有 attached bathroom。嗯。不知道哎，都可以啦。他都可以来。他们。OK， 其实因为这个房间它 attached bathroom 比较方便，所以我们就剪刀石头布，所以就拿这个房间喽。嗯。去再去看另外一边喽，就是这样简单吧。OK， 快点。OK， 快点，快点。你不要再走来走去了。OK， 剪刀石头布。哇 ，OK， 谢三个今晚谢。剪刀石头布。哇 ，OK， 下我猜啊，我们三个下一个一定是初步哦。我们两个人拉就好了。那做梦，我们罚掉，浪费时间，真的。快点，威严一个石头。哇。我们第一站来到了这个 Chodam Sontra Night Market， yes， 然后我们来找吃，还是很多昂摩哦，真的。刚刚我们经过了一条街，竟然全部都是昂摩，真的。哇，这里很多东西，很多美食耶，从 juice 到海鲜烧烤，什么鬼都有。哇塞！十万我打折给你的吧。多少钱？这样子？呀，多少钱？十五万有。15万哦。给你们15个3毫，15个3配。哦，他那边呢、啊，一只龙虾好像是50000啊，然后他讲什么送 oyster 送虾送什么哦，啊，看看喽，看看先 ，OK， 啊 ，OK， we see see first 啊 ，Thank you。可是刚刚这样子看呢、啊，目前来讲这里的价格算是蛮 OK 是吧？目前呢、啊、第一档口啊，别的还没有问呢、啊，哇，转一圈看看先，很多烟，很多烟，哇，很多美食，哇，别看放在隔壁看看，哇。那龙虾很大只哎，哇塞，这里真的什么鬼都有 ，pretty good。被缠住哦。我刚刚他看到你开始录，他就没有，刚刚一直动我动手动脚，在动我。OK， 所以现在。就是你们有6个人，我们安排给你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东西。哇，你们6个不同口味啊？什么的口味是好吃的？哦、oh, ，OK， 因为是两个的口味乱串一点，两个的口味辣一点点。哇，他很厉害，他真的。口味倒是非常好吃的。OK，、啊、因为是公播有。你是越南人，哇，你是越南人，很厉害、啊。姓乔，华语很好。姓乔。因为是我的专业是。哦，哇，哇，厉害哦。所以啊。中文系的。谢谢。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好吃啊！哇，虾也来了，耶 ，chili， 杜马， yeah， 我帮你试一下 ，yeah， 超棒来啊，再试一下，如何评价？还好吧？昨天的比较好吃，昨天的好吃很多，来，是不是会比较香？啊，在那个河旁边，我们很上心了啊，这样子，来了，终于来了，这是龙虾。有6个龙虾，为什么跟刚刚的照片好像有一点出入这样子的呢？因为好像比较小只哎。哇 ，good， 哇，龙虾大宴 ，good， 每个人都是手机吃饭前呢、啊，就这个还在想着这个 oyster， 我还要怎么过过滤是？今晚讲过滤。天后这样讲。耶比，说来，别出来吃。小B， 等一下，我帮你来啊！他水 ，OK， 来，开啦！
来啊，如何？江南拔厉害了，不错。OK 啊，好吃。不会踩雷啦，就是还是新鲜的。哇，哦，你吃了，你吃了哪一个？不知道哎，你吃吧。OK 啊，蛮新鲜，不是那种放很久了，它味道还是 OK 的。然后点了一点那种酱，敢来？不敢不敢。那 overall 整个 set 这样的套餐是150万越南盾，两个